轻轻松松赏花游中。在四个礼拜之前，我们曾经来过兰莲园池观赏细叶紫薇的。今天我们再来看看这花开成点。乌头门右边的细叶紫薇开到现在都这么漂亮。我们入园看一下先。你看看这里的细叶紫薇花比上次还漂亮。再行多几步，睇下紫薇山嗰啲开成点。哇！睇下扎紫嫣红啊，红绿耀眼。细叶紫薇嘅特点就系、是，佢一花开紧嗰阵时咧，嗰啲叶都系咁翠绿。紫薇路的花开得靓得叹为观止。细叶紫薇属于落叶半木或者小乔木，它的叶片是很小的，几乎是没有叶柄。圆锥顶生花序，花色有粉紫、桃红和白色。细叶紫薇已经有几千年的栽种历史了。在唐朝的时候就已经盛植于长安的宫廷之中。宋朝杨万里的词，谁道花无百日红，紫薇长放半年花。因此细叶紫薇又叫做百日红。落花不是无情物，化作春泥近护花。花开花落，相信仲有几个星期的花期的。你看看这里仲有很多红包待放的花篮。大家想观赏细叶紫薇的开花美态，就要快啲嚟啦！之前我哋有影片讲点样去兰莲园池，欢迎观看相关嘅影片。顺便讲讲，兰莲园池系有时租停车场嘅，揸车嚟呢度都好方便。今日就到此为止啦。喜欢这条影片的请给个 like 分享和免费订阅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